今天我们来吃个菌菇煲汤。我要吃。来，王子帅，给你鸡腿。我好久没吃。妈咪，煲汤，煲汤，端的。这个是用我们家菌煲汤煲的汤，它里面有六种菌类，然后袋子上面都是做法，非常简单。平时的话，可以煲个老母鸡汤啊，煲个鸽子汤、老鸭汤都可以的。它里面有那个赤松茸，还有这个羊肚菌，还有一些，还有这个虫草菌，还有一些这个菌。妈妈，嗯，我今天吃不完。妈妈吃。嗯。只需要放点盐，放点胡椒粉。妈妈，嗯，今天吃不完。吃嘛，多吃点，多吃点才能长高高。嗯。姐姐阿姨都想你了，王子睿。嗯。你想不想姐姐阿姨啊？想。这个菌煲汤，老人、小孩、孕妈妈都可以喝。好不好吃？太香了！我是用来包的。妈妈，嗯，这道鸡腿到底吃不完呢？吃不完你放你碗里，等会儿再吃。跟姐姐阿姨拜拜。拜拜，我吃了鸡腿。慢慢吃，开饭。今天我们吃外婆菜炒鸡蛋，还有辣椒茄子，吃来吃去都是这些。先来几个辣椒开开胃，冻出外婆菜炒鸡蛋。冲出他们家的外婆菜19.9元，给姐妹们发10包。到家你们一家人家的话，炒两包，炒菜炒两包，炒炒饭炒一包，可以拿来炒鸡蛋、炒肉末、毛豆、炒肉末、炒辣椒，都可以，不需要洗啊。炒的时候放点酱油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放盐，嘎嘎香。我炒鸡蛋，
外婆菜在这里面比较多一些。我炒了一包，还是外婆菜好吃。炒的炒炒饭的时候放点香菜进去，哇，太香。Yeah.